西艺术学院，前身是我国著名音乐家满千子和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以及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吴伯超，于1938年在桂林倡议建立的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早在诞生的那一刻，广义人就沿袭着亲爱经常的品德，以育人为本的广义精神勉励自己。这种精神深深揉入几代广义人的骨血，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广西艺术学院的今天是无数前辈奋力竞逐的结果，使它实现了从单科性艺术高校向多科性艺术高校的转变。在广西艺术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有了美术学这个学科。那么美术学发展到现在，包括了绘画、雕塑、中国画、书法、美术学，它的特色呢，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融汇，利益创新，这四句话应该说是美术学科发展在广西艺术学院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一个理念。我是1972年来到广西艺术学院读书，后来又工作，可以说见证了这个学科的发展。教师是学生的教学中的主导，而学生才是主体，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吧，应该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培养学生的个性，因为有个性才有艺术的生命力。广西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科是广西的一个重点一级学科。目前在广西艺术学院这个学科有8个专业。它之所以成为一级学科，是因为它在它的教学过程中，在它的定位里面形成了两种优势。一个就是把民族的元素引入我们的课程。第二个的话呢，通过项目引入课程，通过我们的社会实践，让我们的人才的话呢，走上社会以后，减少跟社会实际应用人才的一种磨合期。
学校坚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形成了艺术学主体学科优势突出、特色鲜明，文学、工学、教育学、管理学等支撑学科与艺术学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专业特色。广西艺术学院坚持扎根本土，充分利用民族地域资源，建设民族艺术学科群，凸显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传承与人才培养特色。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大力实施教育国际化战略，扩大区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中国东盟文化艺术研究与创作，建设东盟艺术学科群，凸显东南亚文化艺术交流和艺术人才培养特色。学校举办的中国东盟音乐周和中国东盟舞蹈教育论坛已成为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校坚持以培育和发展漓江画派为己任，以学校美术教师为主体的漓江画派已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画家们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八桂大地的民风、民俗、民情，展示这片希望热土的沧桑巨变。在广西艺术学院，你能充分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传承和创新的碰撞。广义的师生们正以更为开放的思想、更加包容的理念、更加张扬的艺术个性和更加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建立一个特色鲜明的、和谐的、活跃的艺术殿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经手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走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艺术教育。我们学院将继续保持青海精神的品质与精神，追求教育教学的高标准，追求艺术研究创作的高境界，打造艺术创作的高端品牌，引领和推动中国艺术自主发展的未来趋势不断向前。